周深，我给你，你踩了我们一脚，是你吧？是你吧？没错，我就是那个哈密男孩。这位哈密男孩，好吧，既然你是哈密男孩，我就原谅你。你怎么这么没有底线？完全抓住了他的弱点。在最近的打歌期间呢，只要提到哈密男孩女孩，都会获得他的赞赏，无条件，没有原则。